日前，不少香港富二代都出动夜蒲，令中环兰桂坊变得好不热闹。包括林建明小儿子林孝信、何鸿燊四房大女何超银同霍震霆二儿子霍启山，几人相约玩至凌晨三四点才陆续离开。同样是霍家少爷，大少霍启刚结婚后则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，二少单身则私生活活色生香。林孝信同郑少秋女儿郑永恩绯闻虽然传得热烘烘，但当晚仍吸引不少异性。他肆无忌惮地在舞池内向身材惹火的露背女勾肩搭背，场面火辣。隔日凌晨，曾被传断背情的何超银林爱儿同一班好友更是连走两场。在第一场时，林爱儿一边跳舞一边猜拳，期间同友人闲谈的何超银则不时偷望林爱儿。之后众人转场，有四五位男士轮流上前同何超银耳语，至凌晨四点半，两人发现媒体才分道扬镳，并关系更显扑朔迷离。